里还有八西啊，你吃不吃？快点吃啊！我刚才吃过了。媳妇啊，怎么他们早上没有去上学呢？他咳嗽啊，待会喂这个他们。媳妇，给200块，我去买点菜回来啊！快点吃完，我喂这个给你喝。妹妹，你吃啊，你还肚子还饿吗？吃这么多，要不要这个番薯？不要。番薯啊，快点吃啊！吃完的话，我喂这个给你们吃。小老虎又有点咳，老三也咳，老四也咳。等一下，我带你去市场买鸡回来吃啊。嗯。还要上学。喜不喜欢吃鸡？喜欢。喜欢，快点吃。我去冲这个给你先。这个妈妈鸡。来，我开药给你们吃。拿过来。爸爸牧羊。嗯嗯。爸爸牧羊。来。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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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快啲饮咧，饮咗七鸡，快啲饮，饮晒。快点喝，喝完去妈妈那拿200块去买菜。妈妈，干什么？拿2块钱买菜。那这好多。老弟，拿到没有？拿了。嗯，快点喝完我们去买鸡，买菜，啊。走啊走啊走啊，唔好弄啊，走啊，行啊，咁多手嘅，人哋闹过，快点啦，好累啊，哎呀，他们咳嗽，你为什么买糖给他吃？他说要吃啊。咳嗽不能吃甜的。这样啊？嗯。我不知道啊，这个小老虎老是让我泡，这个小光头啊。换衣服了，好热啊。好啊。来，别放下。哎呀，好累。这个碗啊，筷子吃完面啊，谁不执的啊？谁吃的这个面啊，妹妹？不是我，是老三。老三吃的？嗯。哦。整个鸡，煲汤第两次喝，好不好，妹妹？好。好。这个鸡这么肥的，是什么原因啊？哎，哎呀，这个鸡这么硬的哈，嗯，爸爸，啊，这鸡怎么切成这样？这个是骨头啊，这个是鸡肉啊，这个骨头的话要来煲汤啊。哎，煲汤好啊，知道没有？嗯。煲这个吗？对啊，把这个根洗干净啊。三七根。这个三七干来煲啊，还有这个红枣啊，这次这个是没有籽的，这个没有核的、啊、这个煲汤啊，这个骨头，这个是红枣。你那个鸡不是蒸五指毛桃吗？是啊，蒸鸡也蒸啊，什么都蒸。这个三七干，加入三七干，盛水
个五指毛桃，然后放点这个苦茯苓，放三块。有。放四五颗。有放两。枣啊。两。拿点龙眼光末放下来蒸啊，师傅。我现在在弄啊，这个龙眼干这个肉很厚，这个肉很漂亮。这个小根的五指毛桃蒸鸡，大的要来煲汤，大条的。哎，再放放吧。切一下这个红枣，切开一下，加点盐下来，加点油，花生油，把它炸均匀，放点姜，放点红枣，放点龙眼，就是鸡盐，放点土茯苓，放点五指毛桃。弟弟，你去帮妈妈洗一下衣服，这个鸡整好了。嗯，知道了。放下去蒸，吸上锅盖。我都过水了，我都洗好了，弟弟。我亮。你亮啊。鸡肠子没有整。这些鸡肠，师傅啊，你那个青菜炸好了没有啊？我这里生了不？你这个青菜很快的。这些鸡肠要放盐筛呀，用盐才筛的关键呢。这个鸡肠，这个食太多了。你今天还去摆地摊吗？哎，摆了都没有人呢。去拿这个菜过来，弟弟。那没人你要守啊，要么的话你就找其他事做啊。那你去找都可以啊，我在家里带孩子也行啊。你老是叫我去这里，又没什么事做，找不到事，车又没有。我要跟你说，买一个二手的车给我，去远一点也行啊。你要不舍得？嗯，你老是说这个车，叫你去工作，你老是说那个车有什么用啊？大把人没有车。现在谁没有车啊？最起码一个面包车，人家都有啊。不要说什么辆车啊，我又不是叫你买个辆车给我。最简单、最便宜那一种啊。二手的不用多少钱啊，几千块钱都买得到啊，你都不舍得。那你去工作两个月，那不就有几千块钱啦？啊？嗯，洗菜，把这个菜洗干净，擦干净。那你扫一下这个，就不用天天做完就扫这个，天天做完都要扫这个水了。这里高啊，弄一下这个滴下去，然后这个水就自动流下去了。你整天说要做这个要做那个，你自己不会做啊？老是叫我，真的是啊。哇，走了，孩子，西门七分。把鸡油浸一下。海姐好吃吗？海姐，好不好吃？
好，先供应点。说要干美丽，要不要？要干美丽吗？要不要？要吗？该洗吧。还有那个馒头。嗯。还有。